如何在一个自然的国度中找到光？如何在黄金的瀑布下看见彩虹？如何在自然的天空中看到极光？冰岛，一个希望的国度，一个梦想的天堂。有光的地方就有方向。你要不要这么失礼啊？这么小？啊！一条虎鲸，大的，还有一只小的海豹。可以啊，我身材很好啊。你吧，快起来吧。可以介绍一下冰岛加油吗？那很麻烦哦，这边就是看那边，你要先插卡。所以虚拟卡不能用。对，虚拟卡不能用，它就是要选择要把你卡搭进去，然后它有几个选项，就是你要加多少金额的，例如说1000到8000克朗，然后或者说你可以选择加满 full tank 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选完以后它会在这里出卡，把卡拿走，这个餐馆就可以用了。上厕所吗？就自动在那个卡上扣钱，但每家都不一样。每家不一样，我们上次去那家就不一样。但建议还是要带一下实体卡。今天是8月28号，我们今天要去米湖，我们将往北部走喽。我们昨天看到极光了，这个影片的重点就看到极光。就是如果你要在极光下合影的话，你一定要使用你的手机，然后延长曝光，然后用手电筒扫一圈。离开时我才发现。自己有爱笑的眼睛。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米湖的一个景点，这叫做间歇泉。啊，不是间歇泉，就是地热谷啦，地热的景点。讲错了，太多，但其实太多太多类似的东西了。没有，其实这个还是很漂亮。对啊，是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还是大家路过的时候可以来一下。冰岛是个火山地热能量丰富的国度，地热谷是位于米湖北部温泉的人气景点，但是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拥有很多的臭鸡单位，有如我们到北投洗温泉的感觉一样。如果是日本的这种景点的话呢，旁边就会卖鸡蛋，你可以下去煮。哇，哦，好臭！我浪花没到。哦，这是超臭的，这不是硫磺味，这很臭。居然不是站在最臭的地方。啊，好臭，我要臭死了。这好像还可以，先拍一张好了。这是最常著名的臭鸡蛋的一个泉，很臭很臭。米湖温泉是冰岛东北区的一个潜水的淡水湖，面积37平方公里，也是非常受游客欢迎的温泉。优点是不用预约，而且不拥挤，费用呢也比蓝湖更便宜，是十分适合旅游的地方。啊，这还真的比较热。嗯，这个叫米湖温泉，反正比蓝湖温泉小很多，然后水是淡水。为着生活流浪到淡水。不是那个淡水，所以边上石头长了好多青苔，有点恶心。水质一般般吧，但是泡着也还不错了。要展现一下自己的胸肌吗？能展现一下自己的胸肌，放松一下。你看，詹姐，精致的詹姐。我们现在在那个蓝，我们在米湖温泉，然后我们现在泡完之后再吃这个汤，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吗？这个是牛肉汤啊，很好喝啊，而且挺便宜的。多少钱？牛肉汤一碗配两个面包，1500冰岛克朗。Here we go, money talk. 15元左右。对。而且它这个是匈牙利的那个 Goulash， 很好吃，而且泡完温泉很适合。对。大家对这边温泉的感想是？路过可以泡一下吗？路过可以泡一下。因为如果你有来这边，其实都会路过了。那可以泡一下吧，毕竟很便宜。而且人真的比蓝湖少很多啦。可以自由的泡温泉。他们现在喝的是第二碗汤。因为这边牛肉的料理很少，我们发现。要么就羊肉，要么就鸭肉，对，要么就鸡肉。鸭肉也不好吃。
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米湖温泉，它其实比蓝湖温泉小很多，我觉得路过的时候还可以泡一下啦，因为毕竟都这么长的路途了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往最大令人期待的众神瀑布迈进。众神瀑布又称为上帝瀑布、神之瀑布，名声相当响亮。而我们的 James 呢，原本以为众神瀑布是普罗米修斯开场的瀑布，但我们开到半路才发现，普罗米修斯拍摄景点是在戴提瀑布，不是众神瀑布。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太远了，而且方向也不对，所以我只能说 James， 哔哔哔哔哔，关起来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哇，还蛮漂亮的。我信你个鬼！我们就去厕所吧。可以啊。然后就去这边，因为这边才可以下去拍啊。这个要下去拍才漂亮，是吗？游客月经来的时候要一直带他去厕所。为什么会一直要上厕所？他在换卫生棉。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城市要住的房间，这是 Ivan。我搞记了，记流门，非常漂亮。我们这个房间非常的好，我们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 James 的房间 ，James 的单人床。今天终于有我自己的房间了。然后呢？再往进来就是一个很大的，这边是开放式厨房，这边是客厅。然后客厅也很漂亮，就是那种很北欧。然后我们往上面走一走，它有个小阁楼。来 ，Ivan 上，小心哦。哇，来，快没电了。阁楼，阁楼。现在我们在那个冰岛的小猪超市阿克雷里，这是唯一在北部的一间超市哦，它非常的可爱。好可爱，然后挡着人家了。来吧，我先跟他走吧。不如我们上他的车，叫我们到，我们就吃点好吃的。请大家要自己讲台词，不然会词穷。如果来到冰岛自由行，想要省钱省旅费的话，就一定要认识小猪超市。大家可以把小猪超市想象成台湾的全联，而且它是冰岛最便宜的超市哦。所以自助旅行绝对不可以错过，是你省钱的小撇步哦。哇，那个袋子好啊！我们大家要买这个袋子。他那个表情非常的嫌弃，你看，开始逛一些跟他们晚餐没关系的东西。小猪超市是这边稍微便宜的超市，它比我想象中便宜。哎，这是小猪超市自己的 burger， 蔬菜非常的。我们在冰岛的冰箱里干嘛？再买一盒，要煮番茄意大利面的话。哦，对啊，要买姜。现在是我们欧巴桑的快乐的 shopping 时间。shopping， 快乐的超市生活。我负责开车。面。面。因为你们，我喜欢吃宽的。啊，能再来了。没差。要买这个吗？好。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没差。就是那种晒干过的。嗯。不好，晒干过的番茄。哦，那熬这个吧。好。这个好便宜哦，真的好便宜，比蓝便宜好多啊，真的。哦，这是最便宜的超市啊。我看有没有鸡肉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但是要按着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放着。哎、okay ，给他充怎么结账啊？我们刚刚总共买了100多块，100多欧，但是我们五个人啊，平均给20块，稍微便宜一点点，但是就这样吧。
你在干嘛？我在做鸡汤，然后他在弄那个。哎，你在这边煎黄瓜吗？等一下。OK， 但是面很好。你可以描述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。不描述了，一描述生气死，意大利人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在煮饭，来给大家康康。林姐要多起来。不是那个康康，给大家康康，哇，好丰盛啊！这里有意面，有肉酱，有薯条。你是在讲啥？不是薯条，那是酱。啊，在解冻鳕鱼。这公寓真的非常的好，它叫做19精品公寓，然后设备很齐全。然后我带了这个味噌汤包，然后我们可以加在这个鸡汤里面，开心。然后这位小姐正在不知道在干嘛，我是司机小姐，她正在坐她的宝座上，呈现一种瘫软的状态。Can you borrow me your pen? Oh, you need this one. Yes, of course. Wow, it's very huge. 它真的是铅笔耶。可以干嘛？写字啊。来看这位女明星。等一下看金鱼了。对，等一下看金鱼了，要消肿。然后我们可以刚刚搭配了这个冰岛这个冰岛水。冰岛神水。我只听过印度神油。然后像这个小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涂眼睛下面，眼睛要立刻。马上往上提。今天是8月29号，我们现在要去准备看金鱼，要准备上船喽。给大家看一下船票，88欧。坐这个船总共有3个钟头，然后他先要开到那个峡湾里面去，然后就是追那个金鱼。他是说，好像是马力很大的船改造过，就是专门为了追金鱼。那假如说今天看不到鲸鱼怎么办呢？看不到鲸鱼的话，免费给你再来。冰岛第一座观鲸船在1991年正式起航，承载了无数好奇的游客进入宽广无垠的海域中，和可爱的海中巨兽亲密接触。那我在下方连结放上冰岛的一个赏鲸团的一些行程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可以参考一下哟。起床气姐妹花，描述一下收相机的经过。警告一下大家。出来之后也尽量带一台背包，或是不要没事叫他合力，或者没事不要作死，像我这样。我们现在正在找寻鲸鱼，然后大家船上人就是会有个导游跟你说哪里有鲸鱼。欸，那个是鲸鱼吗？对，是鲸鱼啊。今天是今年夏天开始到现在是第七次哦，所以我们走，就是这样 amazing the summer time 啊。鲸鱼哎，欸，它游起来了吗？对，它船停了，开始难过来。哦 ，Look like this， 这谁听得懂啊 ？Yeah, two. Person on the虽然摸不到羊，但狗肉可能会摸到金鱼。可能啦，希望也不会不用摸到金鱼吧。这小姐正在守这边，她守在这边准备要摸金鱼了。我已经在那里 stand by 了。她不是狗狗。坐近，因为刚好有金鱼在念，所以刚刚连那个解说员都说都在尖叫。
This is great cormorant. I never seen that close this guy. I wasn't sure. I was like focusing on him, and I just.大家看完鲸鱼了，然后今天非常幸运，因为这是这边很难得的晴天，然后鲸鱼也一直出来，因为它今天有三个，一个家人的鲸鱼，然后他们三只非常的可爱，然后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鸟飞过，然后因为那个解说员实在太开心，他们一直在那边说 Oh my God， 他觉得太 lucky 了，说怎么看到这么多鲸鱼，然后因为这个行程是假如说你没有看到的话，它是可以免费再让你看一次的。这怎么都吃了果吗？在这个刚搞的，吃了果。这个好吃。我昨天看了，吃了好像有小鸟。我们现在在那个西部的峰顶上，然后的路途上非常的漂亮。看一下，哇！不要转过来，看到脸就毁了。转过去，脸不能看。手张开，假装跳起来，一二三跳，跳，不行，再一个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一二跳，再一个，跳不起来啊，太胖了，一二三跳，好，可能有。我们行李非常的满，拿在旁边就好了。好，我先开始。喜欢我的频道，可以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收到米兰最新的生活日记哦。